男星陈琳九日前在 IG 上宣布分手交往十年的女友呼呼，消息曝光后震惊外界，两人并未针对分手原因做出解释，不料后续却传出女星小齐炫是介入该段感情的第三者。狼人杀圈的好友也纷纷发文选边站，徐凯熙、豆豆、何子妍、纪卜星都透过 IG 现实动态发布有关狐狸的贴文，让外界引发联想。而遭传介入该段感情的女星小齐炫也首度发声回应了。小齐炫透露自己私底下和陈零九是会联络的朋友，事件爆发后还没有和对方联系，但不会刻意避嫌，并表示我有看到新闻，但对我没有太大影响，就正常生活。另外针对其他女星发文暗指狐狸一事，小齐炫则表示有看到，但没有针对细节多问。他说我最近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没有再看大家的贴文。你翻白眼是什么意思？你痛忍耐，对对，忍耐忍耐。哎，这也有超过，因为一颗蛋只能五次，太多了，超过半天，好不好？直接直接来，预备 ，Go！ 踢他蛋，踢他蛋，踢踢！不许加分，加分才是。踢他蛋，踢他蛋，踢他蛋，踢他蛋。